我跟你讲，想未来，那是你的心态啦。嫁女儿绝对不是赚钱啦，一定都是赔钱，我都还赔钱啦。但是哦，是一个红甘甘手工，红甘手工，你这条件搞我再回家来好不好？对哦，我都是可以感谢感恩。那个今天讲啊，哎，那弄什么？